大家好呀，今天吃麻辣烫，牛肚必拿，牛肉必拿，这个炸鱼好吃，拿一个。肥牛拿一个，这些都不想吃呀，拿素菜去。来一个莴笋，这个脆脆的好吃，再拿个玉米，这些都不想吃。再来个宽粉，再来个虾，再来个娃娃菜，今天就吃这么多。开饭，牛肉肥牛蘸上这个剁椒酱。这炸鱼块也非常好吃。哇，这个毛肚好脆啊，还得是蘸上这个剁椒酱，还是这样好吃。在外面吃我根本不敢拿这个玉米，这个玉米太沉了，称重了好贵啊。这个蔬菜真的超级香。今天杭州38度，夏天吃麻辣烫还是挺有挑战性的。吃的太热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